我是小秀，今天来这条水沟里挖泥鳅了。我是用锄头挖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挖到啊。哎呀，这条水沟里的水已经干了。我挖了几下就挖到一条泥鳅，快来看，看来这条水沟里还是有泥鳅的，继续挖。冬天的泥鳅呢，一般都钻在泥巴里面，很深的。看一看，这还是个要力气活嘞。看，我挖到了一窝的泥鳅了，但都比较小啊。看，哦，这至少有五六条啊，看到没？看来我找到黄鳝泥鳅窝了，不是黄鳝窝，说错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哦哟，这还没挖一会儿啊，就挖得好累呀。有一条泥鳅，好小啊！你们有看到没？我终于挖到了一条大泥鳅，看，啊，这泥鳅啊，都钻得好深啊！哎呀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条泥鳅，还是挺大的，哈哈，还不错吧？活蹦乱跳的。啊，哇，看，又一条大泥鳅，哇，哈哈，继续挖。一下子就挖到三条泥鳅，看有大的也有小的，又挖到泥鳅窝了，还不错吧？我来扒一下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有，在哪里？这里这里，啊，这里，哎。哎呀，你眼睛还真亮啊！肯定还有。哎，哈哈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小小的黄鳝，看到没有？这也太小了吧！扔掉，不要了。终于挖到一条黄鳝。哎呀，不是很大。哎呀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哎呦，挖得我腰酸背痛啊，挖到了这么多的泥鳅，非常的满意啊，第一次用锄头挖到了这么多啊，属实可以呀，比放鱼笼好太多了，啊，今天又可以加餐了，好高兴呐、啊！
回去了，拜拜。哎呀！